我们学佛学了多少年了，功夫不得力啊，天天还在生烦恼啊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你没有去真干吗？啊，天天读诵，天天讲解，天天研究讨论，不管用啊。啊，这个是在信解里头打转转的，没有去行呢，要行才能证。啊，你不行，你怎么能证？啊，所以真正肯行，这就是真实智慧。啊，真实智慧呀，给我们带来两种殊胜的利益了。一个是开悟了，就智慧现前了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开化真实之际啊，这一句话呢，实际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，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，你要放得下才行啊，这佛家讲的舍得了，你要把身见舍掉，见思烦恼舍掉，你才能得真实智慧，才能够得明心见性。这是智慧成就的。第二个呢，你得真实之力。真实之力，我们讲是物质上的享受啊，不缺乏了，就圆满了。